昨天晚上呢，这个新生代的女星王静哦，她不畏低温哦，一身黄色礼服出席了欧洲知名车商举办的宠物市集。而另外的影剧男神陈柏霖更是带着爱犬哦，帅气的牛仔风 Jasco 来登场。好，可以看到呢，他特别为这个爱犬哦带上了夜行灯，增加了出门的安全性。其实宠物外出除了牵绳以外，在晚上呢更要注意交通安全。因此呢，欧系的汽车品牌也特别举办了安全穿搭走秀比赛。那么狗狗们的衣服上面的发光条还有小灯饰，好，可以兼具呢时尚还有安全性。透过尖端感应技术跟主被动的安全系统，也为毛小孩量身打造哦大型动物侦测系统。那么另外呢，车内的空气清净技术也让人宠开车出游都可以安全又健康。